燕头领，伤口包扎好了，我帮您穿上衣服吧。不必。这，那属下告退。哎呀，怎么哪儿都能碰到这帮人啊！不管了，先找个地方躲一躲。 这不是闯进贼窝了吗？你过来，还不过来？大人，帮我把衣服穿好。 前面来，抬起头来。小的面容丑陋，怕吓到大人。那我倒要看看。 你到底有多丑？你是哪里的太监？小的，今天是新进宫的。叫什么名字？小强子。 老大，杀害过朕的刺客有线索了。这么凶神恶煞，吓死我了！今晚皇上要来。 熏香、花瓣，该准备的都准备好。今晚呀，必须怀上龙子。皇上驾到！皇上，皇后、太皇、太后让朕来找你，朕来了啊！但是朕还有要事，先走了。哎，等！哎，皇上。 皇上，你在哪儿啊？兄弟！哎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来宫里干活。 你怎么在这儿呢？我也在宫里干活，我是太监。啊，看得出来。干嘛去？我跟你说，你别跟别人说啊。啊？我其实想出个宫去。出宫啊？啊！我也想出宫，带我一块儿呗。真的？啊！那你手上有钱吗？没有钱。 那你没钱，我也没钱，咱俩出宫了，连个马都吃不起。这简单呀，我有办法，跟我走。啊，跟我走。走。皇上，皇上，皇上，你别躲着臣妾呀。